你那个电影不就是吗？校霸喜欢我呀。啊，你信不信？你信不信？喝水。太乱了。蒙探三大聪明之全身都是戏。走了。嘿耶。哎呀。这样这样，一般都这样。不是，你从这个底下，我们请你从这底下上来。不是，你从这走，我们的。不是有那种的，跟哎演一个这样的。哪种？上课要下吹口哨啊你！你是不是有病？行行，预备走。我太吹了。你能吹出调吗？我都吹不出声。咏叹调。今天作业一会儿给我抄抄。我发现了，好学生是喜欢跟校霸玩。好学生喜欢跟校霸玩？胡说八道，是校霸喜欢跟好学生玩。不是。才不是。真的，基本都是，你看那些，你看。哦、对，是校霸学习就是学，一般校霸是学习不好，学习不好就喜欢跟学习好人玩。对。哎，你那个电影不就是吗？校霸喜欢我呀。哦。看了吗？看了。没看就说没看的，你别给我拽别的剧情。看了。好吧，感动吧。Good morning。走一遍吗，等一下。走一遍，走一遍。还要走进来？不是，哎呀，走一遍。十年没拍戏了。来来来，那学霸啥也听不懂。我可是虎鹤风云人物，什么没见过？你再敢这么大声，你信不信我？这时候你。你信不信？你信不信？你信不信？喝水。太乱了。孙玉茹，英语我也会呀、啊，我给你讲讲。徐全胜，这是物理、啊。你们能不能不要说话？让我这个年纪第一的，好好给孙宇轩讲题。就是呀，你吼啥？你吼啥呀？你这还玩鹅鸭杀，就你这个心理素质，你玩吗？你玩啊，天天都玩消失个德行的手表。不为什么？你可爱了。蒙探三大聪明之一天不对难受的嘞。三，吃这玩意儿就吃了。这个是什么意思？他就是你，比如说你是卧底，你就要想杀这个人，你必须把他面前的东西全吃完，你才能杀掉他。然后你要一会儿要自己选吃的。啊，就选吃完什么呗。能不能帮我换点不是碳水的肉啊之类的？对，这里边太多碳水了。这全是碳水呀、啊！我好喜欢，我好喜欢。我也喜欢。哎呦，哎呦，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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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你这还玩鹅鸭杀，就你这个心理素质。这跟鹅鸭杀没关系，你玩吗？你玩啊！天天都玩消失个，这别人一离开节目就不是你自己，就你这种人真的是，就是节目完了以后就再见了。我真的受不了。那你说的我，看来你跟我跟之前认识的那些朋友没什么区别。把你当真心朋友，反正节目结束也不理人了。哎，别哈。哎，你其他那些朋友在节目里也不行。你是不是这样的？我不是，天天看书，到时候我们群里聊点什么都不说话，就哈哈哈。就是敷衍，就咱们俩最活跃的，你是最活跃的。我第二回，我再也不说话了。我第二回，我不说了。还是第三回，没必要。你是不是你需要活跃？为什么？你可爱。你为了不活跃都找这种理由了。哎呦我的妈呀！我还不活跃，我活跃是不是最多？真有意思。萌探探案快活即来，萌探探案第三季5月19日起，每周五18点 VIP 抢先看。古贺剧组的《萌探历险记》。《古贺妖尸录》里的他们，谁是妻子，谁又是知妻之人？难道这一切都是个骗局？此事背后定有更大的秘密。非常时刻，行非常之法。这次可是拯救天下苍生的大事。还得是你，你就是我的榜样。如果你是三，我就是几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除了你还是你。依琳，依琳，哎，我理解你，
在数学的海洋里面，你就是我的坐标系，没有你我找不到我自己的位置，真的。哦，我要报考医科学院。你要报考医科学院？好，既然你已经准备好了，那我也不瞒您说，我最近正在看医学院的书。王雨倩，你不是说好了跟我一起考天文吗？你怎么可以学医呢？就是天文里面的医学专业。这个说实话，我真的。你看看，帅哥随便一凹就是造型。你刚刚那个说话已经穿帮了。啊，兄弟。张凌赫，我还相信你了。我穿帮了。你吃完了吗？你踩我。你是不是吃完了？你踩我。我只是随便踩一下而已。你们就互踩呗。这咱们俩是都是好人。小龙，咋了？没事。谁的？没有看，我看看。没有看看。不是你，你动不了。你看看。行，我赢你。我不跟你赢，我不跟你赢。你先不能赢，我先赢你，你快点。你追我逃的猫鼠游戏。小龙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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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龙。小龙，小龙，你干啥去？小龙，看了，来来，我跟你讲龙，我跟你讲龙，没事没事，回去吧，回去吧。我可以说你爱吃东西吗？我爱吃什么？爱吃好吃的呀。可以啊，为什么不？我丑是丑了点，但我干活真有劲。小鞋儿不错，今天。你看，就这么点。小孩子。没事，我觉得就这个吧，他们也穿。这个好看。不行，这个一般，我觉得这好。你这个跟太厚了。不行。哎呀，龙哥。哎呀。这个是不是蹭一下就上来了？我上学的时候写过一封对同学的信。你是经常写这样情书吗？没有，就写过一封。你只给他一个人写过吗？对。那你居然能忘了？真忘了，就是具体写的什么内容，非常简单，我就记得非常简单。不是你忘了，你年龄你都记着，内容你忘了，只有两个字你也不记得，大概其是什么意思？不行了，陈佑伟已经被攻破了。萌探探案快活即来，萌探探案第三季5月19日起，每周5:18，VIP 抢先看。输了你，赢了世界又如何？刚学的这一句，看我抓住了红雷的小手，是吗？我也要抓住红雷哥的小手。行，你也不追我？我追呀、啊，追不上。又年轻又帅又时尚。萌探未公开之大逃杀后的激情复盘和穿搭交流时间。徐志胜，小龙，你疯了，太恐怖了，太好笑了，咱俩。你像我演的小品。啊，你就像我演那个小品的丧尸。丧尸，你跑得太快了，哥，笑死我了。你也不追我？我追呀、啊。纯喊。追不上，因为我这个裤子脏兮兮进去。到底没逃了。我那个99的，你打也打不过。为啥别人你不打呢？我不打，我打不过呀。你99打不过。我拿不出来。然后他们后边说，他们听到我要跟你 PK。他们很兴奋，我本来要跟睡前跟谁的都打不出来。所以你刚才叫我并没有想 PK， 只是想叫我而已。对啊，我觉得你疯了，我刚从那自习室出来的。因为我本身是啥，我本身没想着你有，我知道你有个17分的，我知道在哪儿。那大姐说啥？对，不是，我本身自己也找到了钢琴那儿啊，太恶心了你。哎呀，太好笑了。输了你，赢了世界又如何？输了你，赢了世界又如何？我刚学的这一句。行，听懂了吗？服了，我听懂了，我全听懂了。红雷，你今天这个衣服老漂亮了，就是这种厚薄，这种款式里面搭这个白的，下面蹬的是白鞋，对不对？啊，就是这个特别好。是吗？那我一会儿就带走。真的？就是服装准备的，挺好的。就这个版型特别好，很合适你。就很放松呗。是，又年轻又帅又时尚。哦。我信任你。信任。
虽然你从来不信任我，但是我信任你。看，看我抓住了红雷的小手。是吗？我也要抓住红雷哥的小手。来，那只手归你了。红雷哥。萌探探案快活起来，萌探探案第三季，5月19日起，每周五18点 ，VIP 抢先看。